2016年复兴教室的第三季课程现已接受报名，希望在教室见到你，在华语里面一起成长啊！详情请留意海报。嚟紧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系27、28号喜乐相聚嘅营会，我哋咧将会喺乌溪沙青年新村举行。当日嘅星期六4点，请到达营地。如果有参加家或者小组嘅弟兄姊妹，请联络你嘅家核心或者组长嚟到查询房间嘅编排。如果系冇参加家或者小组嘅弟兄姊妹，请喺4点到达营地嘅大礼堂嚟到查询房间嘅安排。请注意今次的宿营是男女分房，如果是夫妇同行的，请各自携带自己的行李，如果有小孩同行的，会安排在同性别的父母同住。请各位弟兄姊妹尽可能携带轻便的行李。8月28号就是我们的合堂崇拜，我们将会在乌溪沙青年新村的大礼堂，而当日入营的请早上9点到达，我们10点半就会开始我们的崇拜。在崇拜的当中，我们会有全教会大合照，请弟兄姊妹穿着喜乐蔓延的 T恤。而1点15分，我哋就有全教会嘅喜乐午饭；2点就有10分喜乐全教会嘅游戏。系咪听到咁多全教会都好开心呢？期待全教会一齐喜乐蔓延。今个星期早祷会嘅主题系遵行神话语的平安，鼓励大家一齐翻嚟。早祷会的时间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，地下荣耀楼举行。